大家好，我是匡菜，我现在在西安的钟楼小区啊，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宝藏小区，这里面的好吃的非常的多啊。现在我打算去吃一家在这边非常有名的卤面。对，来个大碗的，然后加鸡蛋在这吃。好，你那小二辣就少点，那是两大二辣都要啊。来看一下，我要了一个大碗的13块，然后加了一个蛋，上面这个就是煎蛋，然后这是一些肉丝、菜花、豆角、一些辣子，底下就是面了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先来试试这个煎蛋了。蓬松蓬松的，然后边上脆脆的。这个面稍微给它拌一下啊，哦，它这边上还有一些土豆。来个肉丝啊，这个是卤肉。来个面了，它这个面是蒸过的，蒸过然后拌油的，有个油香油香的啊，把那个辣子给它拌均匀一点。土豆片，菜花拌完好像看不见这个配菜啊，这感觉就不是这个配菜太少，是这个面太多了啊，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碗，非常适合像我这种干饭人啊。豆角，这还有免费的菜汤啊，这个面确实要配点汤啊。我觉得它这个就是量大实惠，然后味道也不错，所以自然而然生意就好，开了有23年了啊。就是有一点饭量小的千万不要贪心了，点小份的就可以了。